FG 影音新闻台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川。今天呢，明川老师要带大家去直击 BB 产品的大要境。加入 BB Mousse 新时代 ，Maybelline 第一瓶 BB Mousse 诞生。市面上这么多 BB 的商品，而第一支呢 BB Mousse 产生咯，而且这个 Mousse 里面呢，除了质地非常轻盈，更重要是它让我们使用上更加的方便哦。首先我们先告诉大家，这个用量非常的省，它的全脸只需要一颗樱桃的大小，所以你看哦，它不用工具，只要用手轻轻的拍，因为呢这个 Mousse 状态上面呢承载了很多的这个微细的矿物粉末，在你这个推拍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渗透到我们的肌肤的底层，同时呢修补我们的毛孔跟脸上的这些纹路。我是属于比较懒的人啊，所以 BB 霜的发明，我觉得就是对像我这种女生来说非常方便，就是出门只要抹一个东西，然后也不用就是太多步骤，然后又可以达到好的效果，然后又不会失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凯老师。喜欢 BB 霜的女生呢，在今年又有更新的选择了，因为呢 Maybelline 推出了全新首创的 Mousse 状的 BB 霜。这个 BB 霜呢，它是能够让我们达到这个轻盈像空气一样轻薄的这种零负担的感觉，因为它有一个最新的无重力科技。这个无重力科技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享受大口呼吸的感受，同时也添加了高效保湿的玻尿酸，让我们的上妆同时间去保湿。而且呢，它还有一个最新的这个效果，就是呢可以帮你达到这个100%零毛孔的遮瑕力哦，并且它是一个天然纯矿物的粉体，能够呢让你的肌肤呢恢复健康，同时不会引起过敏，连术后的皮肤都可以安心使用哦。我自己使用过后发现啊，其实我们现在这么多的 BB 商品，那你利用 Mousse 状的个剂型呢，第一呢它非常轻盈，第二你在延展开来的时候呢，在春夏季节非常的适合。另外呢，我觉得选色是你不需要担心的，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自然哦。最重要呢，这款纯净矿物 BB Mousse 里面有8种这个微量元素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会让我们肌肤没有负担，同时呢上妆跟保养一次完成哦。所以呢，这一款 BB Mousse 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哦。